张宝仪成准人妻，感谢各界祝福，顺道回应4000万嫁妆加码传言。袁伟豪上周四9月17日在社交网站宣布上年向女友张宝仪波儿求婚成功，获得不少圈中圈外好友祝福。其后袁伟豪亦另外出 post 多谢各方好友，很感恩能够得到大家的祝福，全部都收到晒，多谢大家，大家一起加油，保持身体健康。今日9月22日，张宝仪也有在 Instagram 向各方好友表达感谢，不但贴出两人在尼亚加利瀑布的合照，更剖白成为准人妻的心情，只求婚一刻最感动的是对方的承诺，这个承诺没有人能代替我们承担，父母不能，亲友不能，更遑论他人，除非那些指手画脚的想帮忙养活我们，哈哈，放心，我们不再欠债，还款时一定附带利息。明显回应4000万嫁妆再加码传闻。